政府早前亦都提出一系列嘅點對點個人嘅交通服務嗰個建議嘅措施，包括引入的士車隊啦，對違法司機佢嗰個嚴懲啦，一啲違法司機嘅扣分制啦，呢啲都係我哋喺七月嗰陣時提出嚟嘅。同時我哋亦都就提高一啲利用汽車作非法出租同埋取酬嗰個呢啲違法嘅行為嘅。咁啊，剛剛嘅建議咧，其實就已經喺七月中，我哋喺立法會通過呢個第一讀同埋第二讀嗰個草案嗰個情況。咁就亦都係呢個草案嘅委員會咧，喺立法會咧，亦都喺八月一號開咗會。第二次會咧，亦都喺九月初咧就會進行嘅。政府會全力配合草案委員會佢嘅工作，咁就希望能夠係早一啲係實施我哋新嘅措施，嚟提升的士嘅服務，同埋令到的士服務更加健康咁樣成長嘅。